你看哦，以前这个课我也听过。先调填啊，哈，都是还是无同，这种情况。放下了以后，结果这个，现在那个叫自自跟你这是宗教，然后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套套牌。哦，他不能不老师，我跟老师住你。所以哦，你我来去做那个，没没没。用迄、那个，伊发动就知影起火歹啊，你知影？实际上哦，这青蛙刚刚来抗台湾这个哦，然后我们来，然后我们来就不停的抗造，开始，怎样抗造？抗造啊！当时这个发动，发动发动起火，就好火嘛，来抗台湾，实际上，因为这阵子的发动是黑龙江。安吉现在在做起来，我先从他这里在，啊，所以从现在在江面，他不能上来，他不能过。现在从那里，从那里去了，很难找。现在现在舟山群岛，他都给不上。啊，现在我发动电风扇，不然不行。现在从江面，江面去了，对呀，非常急哦。你说的怎么样？这个就可以彰显他的那个。对哦，你看看我这个就可以彰显出来。好，来，听好，三级，三级，这个就是上书票的。我看过有的文章哦，你写的时候哦，伊杨明有阴历，杨明有阳历，啊，所以你看业务，业务不是单一少的，啊，你也快不够，所以变成真正是单少。后面那几位，他一小时过来，对吧？对吧？他妈妈什么呀？对，爸在那个后面就是安排了，是的，立马帮他。所以说，不把那个变得大了，对哦，就不变大了。你变大，你家老婆还会觉得大。外国，他是说立马说最新，长大了。他那个灰色的，那个白色的，白色的，白色的，这些小宝宝，你能不能认识？有啊，不能认识啊，外国观念好多呢，大哥。然后那时候就已经，蒋介石才在那时候就已经，差不多时间。日俄跟新法差的话就是，对啊，就差不多时间。鱼类挺，就以全线发展的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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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伊来无煤炭的衣服，这也是蛮硬的。哦，去扣空的嘛，对吧？非常硬。啊，所以哦，你说你这个没有，你得看这个。当然，你说哦，那无煤炭哦，那无那个煤炭，你看这个电池，能不能话？对，这广告费用三百，三百。所以讲，你八八三、八四年、八五年的时阵哦，这年要多少？11月15日，农历跟国历。
在这个机关机关枪啊，包括了后勤兵啊，农历十一月十，啊，国历十一月十，啊，这什么啊？国家人力啊，这个枪头枪榴弹，太强了，是吧？枪榴弹你都不够好，我们这够枪榴弹，你关注六出生，干啊，六出生的，这枪头某一个人攻击来击中，打过去，是吧？你在什么？啊，这是这个关键，这都要忘记哦，对，这国家人力啊，共产党已经那么多。我那个大人弄的是，这个大家，这个你发哦，这里多大哦？今天刚下田啊，我家里是，他们那个下田，他们都过亿，人家都已经挣到了。你工业哦，你有烟，那么会做货的，你这你你从刚开始不入墨，你呛的，你跟金条进界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啊不啊不，这伊就来给人干啊，去看啊。他刚不会干啊，他们就是先把钱存了。啊！这冰冰的啊，用那个水蒸气水来，那个看一下发个病啊，最多来那个大街嘛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当时那个马街啊，马街如果里面人家那个治疗好，也治治得差不多，是吧？这种哦，哎呀，我等过来，过去之后有那个，这么就搞了，那个来冰冰的地方很忙的。你刚用这里，咱这里少少温，少温加点东西放。过来，大概切，固定大概切八月切啦吼，伊就叫南面上的发生海啸。啊，发生海啸的时阵哦，伊就切到到伊到伊的关键的迄个，啊，很多迄个多到分大了。你看你一家输啊哦，你看你别玩，这个古法鱼人唔同哦，下一个把你个方式，各方面都是一样的。我他妈讲你他妈，讲你大话啊！被我被我被他这里，他现在都比较了，现在太多了，太那么多，所以你还不看，看一路把你来路，别哪个。啊，所以你讲这个做嘞，做嘞时阵，这个这个人家，这人家做嘞是一段时间。孤法，你把你的话说成孤法法的意思。啊，其他的话法来给你呢？因为孤法的意思，我不想去怕那个大人。你中山吗？你要去怕大人，大人呐，哦，大人家是越有理智这样在说的。但是他们就是不想，因为建国建国那个乖的话，好一点关系，乖的那个那个只管弄一下。所以那边他讲那边怕遐，一点就变成这样这样国家，还是哪？他们就哪就变成国家就变好。啊，所以要不然这个干部啊讲，无啦，我们做一点，继续做关于怕怕的啊。啊，所以不管要管管，就是来怕的，所以在当地的人民都来怕的。啊，啊，但是这个这个钱你怕了就哎呀贵啦，你跟这里相信嘛？但是这个十月初一的时阵哦，出发来拍戏，实际上十月初一的时阵哦，伊是安怎拍的？伊就是派中央部队的军长，军长一组团一撮大队，一组一大队安去接人，一组另外一个也负责也照相，伊就是照相嘛，把把那个当地的关键的部队。啊，结果十月初一的时阵，这老兵团去接人哦，咱这里。咱这个震动，你震动下，你在这里这里古巴那块平啊，包括平啊，就是看看你有什么。他们这些暗子，暗中他们平平平平啊，他们会。这，这。
大面馆就是大，啊，主要就是讲伊就正。口味要不一样啊啦，这平也袂糊的啊啦，我就讲我讲迄个，迄个我讲上来啊，这样子做平啊，吼。挂没啊？这个十月四日，靠山已经十月四日，十月四日，十月四日靠山，我一部队在秋山，我到家，到家就打起来。麻烦你，我们家已经两个。他担心哦，家那家东西比较少。哦，麻烦你。不会担心，我有挂没有搞。后来十月四日，八号平安时钟就直接来看住。十一月四日，这方面到家里休息。这个原因方面嘛，因为他后来就是说，把我的钱去存了多少年了。看这方面，看来是这样，有点太难了。这么难弄，他看过人应该用这把我的这里的金管理。有这个机关有过上过的，有过咱这些电信工，有靠咱这些电信工的。谢谢。包括别，包括那个不管那个分队的派这里，他们是来过这里的电信工的，那这里有靠这些电信工。啊，所以医疗这有靠这里，这咱这里有靠这些电信工。有靠工。他是八三三，有靠过来来家。我来订一个订单，好。最后两个人要送，我来订套几件送你。他后来的是淘宝也是单。对哦，这个叫做啥呢？他叫做红烧熊掌。你还有那个唐腰鸡啊？哇，新老鼠。哎呦，你别哇。是啊，还能够在那个大鸡腿旁边那个，那个冷天这里还凉鲜不？因为大概真正的康啊，你都在康上要干会啊，不知道，会啊，会啊，哎，你要先懂一点，我不太熟，上温室怎么样？只要我拜考，我拢。他张一伟非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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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一个老银行，拄好搞，到建工哦，有你家人，结果来到家人的时阵，你
你啦，我好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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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果，所以这个翻到你的档次，所以你当时吼，又十秒对的啦，又十秒。你那十秒前对的，可以带几人，几人的时阵哦，可以留一几人的时阵哦，当时就无要做。包括那个就系拍下来嘛，就说直接拍下来嘛。但是，你当时，你当时这个不给做哦，我好这个，土地在那个当时，他老远传的，你看那个一个都比同分哦，你那个阳物比较贵，比那个叫什么，大那个老远传的总总那个当地口靠。就买着农客船，古早那些船船，他个地主头啊，地主头啊，他个，大家那个农务单位那个那个做客，他家那个按这个那个搞河口，都大概十条十条那条船船。这是因为，因为我们从那个什么经济，跟人家台湾的经济，还有讲哦，野人哦，一心一意哦，最佳的担保。反正最为适当、最容易保持住也最最为经典。但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然后飘要飘好那个东青这个哦，你这边来胖来黑人的吼，这个最火的就是福尔摩沙的真菌。好，啊，这个军队就是这里跟法国的有东青舰队跟中国海舰队。哦，那个是正宗的，啊，如果不打，啊，破坏港湾的军舰，占领世界，占领被推设为在世界陆地的煤矿，就是被打下来的，哦，啊，这样一张，啊，结果乌马总这里只能拿到一部，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里哦。古巴哦，法国军哦，法军在台湾哦，打过两摆，输输尽拢是这个。第一届八月七号来打，从咱台南那个炮台，大沙湾、二沙湾、甲这个陈同平那炮台三拢啊狂飙了以后，八月七号就叫人看上去海底，就是去跑呢。第二届十月七号，你淡水也政府咧，这就是迄个大沙湾炮，大沙湾炮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淡水的那个，还有讲准备的迄个三河是后后墙哦，然后还有20公里钢板，钢板上有5个炮，攻势大。像这样的工厂，上山的上山，上山的上山，这就是卖化工的路。哦，这里是哪？产业，你都点。我曾经有一点新炮，表示讲这个炮台是新起的。从高山湾来估的是这个二沙湾炮台，二沙湾炮台，好，这边才是一人关的主力炮。但是后来建造了以后，来老林传家里面有关于的，另外这个产业面啊，不仅仅是这个，所以有的人讲讲啊，你落去，你若看蚂蚁在地上，法国人干的嘛，伊啦，我知啦，啊，这个那个，我肯定，那当然当然，不过这个我肯定，因为现在我们这里讲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工厂比较狂飙，所以以这种这个火做这里。啊，这个大炮只有一台个炮，只有一台个炮，然后所以叫做天然的哦。啊，这大炮上面是几只几个炮呀？确定。哦，所以叫做天然的。那关键是炮台拢唔太小，小还有，我就放一点。对。他这几个放过来，你想怎么上？你看你那个我们那个住在哪里？就是二段住在。现在。现在的是那个正义路，有没有中正国家？哦，中正国家航天路，那你看，现在可能没有，
因为很小很小。他这是先到五号，本地哦，先到外海，就是最多。这边是看，这边是那个马街哦，马街路哦是锦绣，还可以透露透露出那个这村啊。啊，这哦，根本就是海关的造型。开关的跳舞，开关的看，开电动鱼炮台，你呢？哦，开那个电动鱼炮台，啊，这是后来一八九五年的时阵哦，一上，这个房价有一个起伏。而且法国人写的哦，法国人推出来的时阵，有法国的资本管理，加那个资产管理的问题，所以确定这个位置是对的。啊，传出来我头下李总哦，迄个摩托伊来给四月来给人的时阵哦，就咧给他背起山去，干嘛因为咩啊？我是想说，你来参观过来。啊，甲背落去讲拍迄个从遮拍来拍了以后吼，伊个边啊，包括边啊是背起山，背起咱即马这里就是重点工程。啊，但是当时咧，当时是用板。老远传来，我做工来这里讲个小区哦，背起山这里现在是听不清了。所以包括平安队，你多赞哦！你有资源，这种海边啊，二沙湾头前也是拢海啊。哦，所以咱起码你讲迄个啥？咱像这地迄个，哪样讲？迄个二沙湾头前遐哦。你要看有迄条关高架桥，高架林路到底去哩无？去大家高站拢是海，哎，去大家高站拢是中正高站，哦，要分路啊，哦，所以去大家不见拢是海，哦，这是一个八公里的这种管。各地的唔是拢完全消失啦。但是哦，八宝鸡啊，容易飞，炸起来了以后，你那个地方，你那个寒冷鱼料，都得要，寒冷什么寒冷鱼料的，它里面有红红炸料以后，还有烧的，飞过去，啊，老鹰饭哦，夏令饭哦。这条路啊，这种山啊，快点去公路了。他真正后来这个他不平啊，背起你家中正公路时阵啊，你讲哦，看到那个我撤退最2000多人，一个关键是顶帽哥，下面撤退。他在澳大湾炮台哦，大沙湾跟澳大湾炮台也发过火，与海棉花火一样，哦，棉花火一样，应该就是用那个。这个病是人情况一样，你一到要半夜不关哦，你懂吗？半夜三点钟，你光从手机里面他凉了，这个你就不用想。我们国家建议，他肯定在，肯定，肯定的。
然后你还得侦查一个镜子，去看一件珠宝的镜子，这个头套牌，而且头套牌都有呢。首先卖珠宝，咱去卖珠宝，转多大的事情表嘞？关于的这个头套，啊，你照片看哦，这个是他干嘛那个款的？拍的蛋糕的，他家杜德胜。你容易当兵去爬过来，阿家这个正常安哦，没有，一直在爬。阿个陶志忠哦，贵个咱今摆这个文化中心遐所在，中，所以哦，迄个时阵哦，无迄个一二路、一三路这样，无一二路，嘛无中正路，一三路。啊，这是苏坡团，苏坡团。啊，他们平常起码从这，啊，这是后湖岛，后湖岛是起码那个关键的那个长龙桂冠的位置。哦，来起码那个长龙桂冠的位置。啊，你讲他们平常应该来是苏坡团，就是那个陶志忠一样的，怕怕一样一样，你说我岛的是最多的。就是人所疏懒嘛，啊，人所疏懒的问题哦，上歹大问题是什么？叫你讲发狂，有迄个关键风格，嘛来讲对无？但是你这个，你这个所在哦，啊，到这个后湖岛，安样子给人讲，要讲什么？我到三十万来这是，所以发个平啊，这是无错，对啊。我大老远坐的时阵，光叫那个关键超不周全，所以，你懂吗？马英面对着2500以上的收入，他只是最多只能够取2000。五百，对就是林洋红标，像八斗五年放一次，就是三号的。雨水淹没放雨，将水泥放上去，浇上去了。这个代志哦，做什么？这个他不能讲不需要啊，这是我爸爸的弟弟，听到不？这个这个一点东西有贵的，你别去讲哦，别哦，但是在那个关键的情况下，在投票以后跑来当兵，你说来，未来这样长久，未来是注意这里对新国籍的事情，因为你太难来去准备去了，啊，所以实际上可能我是吃不过来，一口人气，八口人口人气哦，随着其他的省。他一下子的煤炭堆积，主要你这个砖也有那么好，我还得等我完，我得等我完。啊，但是这个煤炭堆积哦，叫老兵同个浪费了以后，无适合这个工作，就变成你女工哦，你我有工有这个，他但是哦，你这个占领期间哦，像煤炭的虽然不多，但是嘛，欠钱。
那你怎么吃？大概有空三天。然后，他们这一批的政府搞好空，你这个政款哦，那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军啊，英军你防下，那个关键，那个关键，那个军下，那个将下下做做政款拢赶快，你先用大号先攻。先锋，然后再派那个苏丹队登陆。这个政府机构，好了，机构派利用你这里这政府。哦，所以美军的二次大战的那个海岛战术的时候，有没有出马这些？你看到出马哦，这个政治，你这里系统战战争哦，都会被谁加入台独势力？战场都被谁加入？哦，出马的行动就是出马的先锋哦，战术。你讲，因为可以有那个战术技术，所以讲你是这个欧美军事专家，提供参考这个出马。他说有哦，你讲飞机最最低在几多块的？你看这这间管在花费是不是很难嘛？你哦，你要交一个套路，哦，先交一套路，就是他开始一楼是老板企业，老板买房子很便宜，但是你要的是房子，因为他房子很大，是吧？租到住的很便宜，然后。还知道他们能完工，引人安套三足保护区。他说一公哦，一公嘛，这是老板传戏啊，老板传戏啊，伊要笑掉的，来讲哦，我先攞别人的放掉，我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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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分钟。保卫军，我是哪里啊？重要，保卫军这样哦。啊，你这里台北城啊，台北城。所以这金刚两讲到你，你台北城，台北城讲好吗？所以一定要行，过过有关这个事情。他在里面不管是什么，他都是。波塔哈，你就是在等一下，你水这里，你水这里，这个单子，哎，单子，这个单子里哦，几分在里面哦，结果到我的时分哦，就招呼一个董事长，去写一个书法，包括给哪，包括在哪做，还有说总有关于未来黄金的这种目标，目标是弄个啊，目标，包括这个，什么规划这些东西，万华就是。万够水的，所以这个太多东西改的，是一种照相状态。你们技术大战，你在打珠宝，不管求救，大概这个这三招战舰一路战队拢来了，但是这里时阵马克是一种战，太什么时候不能宣传啊？就是东乡平八郎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干嘛？为了看有关系，包括两边都在强调。本地十月四号要落来要整掉，叫十月四号要整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反面功啊，整啊，来就弄啊，十月四号，星期四落啊，高点登陆，十点登陆完成，十一点三十分的时候双方接触，十一点三十哦，十一点四十哦，大家要已经开始撤出，大马步，大马步接。等了五天了，然后下午几点去？对，做三个工作，他就提到一点，分开嘛，分开嘛，看到了。过来，你这张宇强是从北山北路三间的，来，
在上面，这个就是电视，这个就是封单上位被放弃住的，是啥呢？因为张雨晨哦，那是张雨晨，第一只啊，啊，结果这个法国人的目标是在这里排放，因为这个水呢，咱们水呢，一般就是电线控制的，都在一款水透过一款电线做出现。他所以说，他说别人是针对其中哦，来大量就是像他这个排放啊，大家一起聊一聊，共享出去嘛。结果呢，拿来大家一起互相讨论。看有，啊，所以两边拢讲，啊，所以到尾来迄个拍拍了以后，就讲袂出来，无，因为迄阵问题，伊遐拍不平啊，伊个信号一向无无线电，伊无线，所以讲先那个喇叭，那个套，结果伊当时吵啊，伊个指挥官哦，伊是讲，问题是讲，因为咱拢讲啊，就是，迄个行个平衡，单向重要。就被那种电，他在各省有人节省这种这个弹药型的，在耗呢。我不是这种想法，他然后指挥官只好用指令，他指挥官就是不好听，尽量就上将。我打的，他太平啊，到底干有太平啊，那个太平啊，你用那个。然后自己要买一个什么热工厂的，别晒，光单要设备，三年装完就应该设备。因为这样的一下下都是
这里银角洞，银桃洞，银桃洞这样子做法。哦，银桃洞这样做法。那他到时候没变，他给你三万。他敢抓住不了，他这大哥是不敢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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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我平给你，要不然安拉神明啊，伊讲吼，干嘛平讲吼？有血才无血吼，有你智慧才无智慧，就迄计小怪。哎，你看看人个脾气，脾气好些，就是比较正直，才无尊重。那忙做事的地方就会关，伊也无车打。啊！甲弄一个控制，你若看他甲显微就是有啦，结果就失败，这是泡沫无控制啦，无控制啊！但是吼，你个伊个发个病啊，就家己重要，伊个大事。我先生，啊，这是发过啦，慢慢在在，对啦，啊，是这种控制，对啦。单方面。哎呀，哎，南方人哦，南方人回来，我们一句话，是不是话？哎，话，啊，话不是意思。你看过人家那个，哎，那个法国，法国那个欧洲，然后时代的欧洲也是，有部分的，都在做安的，啊，前面风一直大，是不？啊，迄个叫做标准。啊，你也看咱那个、那弹珠器就是。哦，啊，所以迄个、迄个，因为迄个是日本人哦，日本人，你这个、这个、这个相关背景是，你怎么搞的？所以讲这物件是非常关键，非常关键。啊，够多呀！你嘛是你发过来，阿哥哦。我动作，但是现在你高大，你大概你讲我不会低啊，先买是包括了，包括了，可以的，关键。因为哦，你那个古巴元帅的小水手，你分切这一个技术，就不用这动作。他后头霸王元帅哦，那我讲现在我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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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这当时清朝的兵啊，吼，伊迄个关于台北城吼，迄个绑架啦吼，啊，甲迄个打起起来，迄个兵啊，就讲，啊，但法国人较离路啊，就知影就拍路啊，那他们就东吼，啊，佫有迄个消息，你看，哇，哎，你那个法国兵啊，就拢是看电话指标呀。哦，讲法国兵啊，以前，我伊就讲就死掉了，我讲，哎，哎，你法国兵啊，就死啊，结果，我也听到，我也听到，对啊，然后你看我做了这一日子，对啊，这超时钟，对啊，你看，我看，有，你看我，哦，这时候你最激动，最激动，法国人讲很多激动。日历用我是用唔了了，我讲合作日历用这里靠台，他法国人伊甲你讲，伊讲基本现在这里讲唔讲哦，因为这里靠台啥物，因为哦，无话顾进前，因为这里靠台边啊，这里靠台边哦，因为有病，都化病。啊，画面叫做古巴，刚才讲，画面我们来，我从这里后来，那个撤掉，拢个撤掉，撤掉了以后，啊，因讲哦，可能叫新交兵知影，知影讲无兵，所以来个降下这种，啊，结果用这里法国的南方的迄个方，这里阵线的迄方就出兵发现，发现就讲哦，这里。这里都赢了，所以咱起码就是八人交流道，推动交流道，还有几条南方的公路。一个平台啊吼，这个他们没有保留掉一个了，台江有胆单，地搞啦，他这超级重，他要过江江要一条是从西南，你两千块看好，对，另外一个捷径了，捷径了，加面嘛，七点钟，新京又在樱桃堡里发生战争，这个意思。啊，这后边这是个蓝电，就是红高地，啊，起码就是红高地的，不用哦。
牙齿会比较好，是吧？好，再什么？现在就是打保险，或者说上医疗方面，这个上面哦，他家什么？他这买是这个，这买是这个，最起码的四九零逗号，医疗保险最起码四九零逗号，逗号。啊，这是四九零逗号来位置。啊。我这是对那个波面时啊，一时，波面时，啊，这是那个隧道那个那个空间，哦，所以是对面那个山，啊，你们看这个山哦，这大家吼，高捷要塞吗？在桌上嘛，是黄线，下一张那个，毛驻军了吧？这是台北五十五，是中国的 CBA 哦，我会一个那个先加先看咯，我会那个发工资的大家两秒，不停留一层，啊就。很心急，一个朋友，这个房子高，他说一个房子中，比较一个民意不高，因为民意高，你了解房子，我们下一个日期哦，在那个八号月飞到下一个关键，但是这个房子一般情况下都是会比较大，然后八号飞到香港，我们要的是最强平台啊，侦查队，你记得探查量要有，这都正常。病毒医疗探啊探，不过平常病毒探啊不到来，啊再上，你你意思讲要避免要避免啊？就是我你讲个头啊，上头啊，你讲个讲哦，不要恐惧在讲，不过平常有来对接啊，哦，就是发个平常有来加加些南农和南农路补助，只是表面上这个最恐惧的真。啊，先生。三国人哦，讲的对，这些南方朋友证件，这些都是经常带，提醒那些岛。地人，那个是，我往来这里，就每干这种事，地人很实在。他说这可能是三国人带的，很大，然后发现说，你是搬运那个旅游啊，那么这电器工来这一带，那个岛。啊，所以这个庙宇就是从你这从你这观光起去。他十一月三日，清金前来进攻变成，因为你观摩是庙，你就这里这观摩是这个上位哦，有被派来个副统，打那个，但是电进攻哦，当初也有关系，军事堡垒，就是你堡垒，啊堡垒料应该大家没在意就停下来，现在倒数嘛，因为清金的前来进攻啊，然后华军就让清金前军到20公尺之后，然后正式要变攻。我记得说出来哦，那几两句说出来，他们全部都认同，都认同啊。然后我开我发言哦，你不然都认同，你就说出来，就是中午发生这战事。就头先我咧讲迄个南龙路土地，我来是八堵迄个那个主持人公庙，主持人公庙迄个监管记录是伊讲哦，还多在迄个发生事故，啊但是哦，迄大家有发生过迄个。他不懂误会，就花心怕心。啊，你知影咱这南龙路吼，南龙路遐有一个，起码叫做清环，以什么庙哦？古早迄个就是这南龙宫。你去南龙宫遐，我进前，哦，遐有一个下家遐有一个医院公庙啊。啊，迄个医院公庙啊，这两天有发生一件代，毛一件代，哦，这电梯。所以吼，有当时我咧怀疑讲，是不是这个医院公庙啊，里面就进来这个圣人的事业？哦，但是这种无确定，因为讲吼，这些啊，这些不查过来，在那个，得在那个化验，然后轻轻进公庙，然后几天后了。你就总是吹牛啊！你那个房子，这个你没有这个，就变了。所以咱今嘛，给人这电机工哦，比如靠这电机工上去，上去有一种增加平啊，固定。但加平是小以后啊，包括平常产品，这边哦就是建筑的，建筑工，这是电机工，现在都电机工呢。
有的人说是不是信安宫，我不是。为什么说电机宫？因为信安宫也不要刷，电机宫也不要刷，不少讲一点，少讲一点。哦，所以电机宫也不要刷，哦，信安宫也不要刷，哦，所以讲这个人当天文的职业，啊，但是你那些电机宫哦，我发现你原来对针对那种历史世界大事，你都按我讲这样方位，然后做盖，连那方位都弄盖。所以，迄庙啊，庙啊，大家做一阵，啊，能跟他做一个对接了。法国朋友，伊去中央伊个会员讲哦，古巴来迄度有来参观这个电视台。所以我就讲讲哦，像其他庙他都讲，法国的庙啊，法国的公，迄个平安，迄个公馆就来咱其他庙到遐来提提对迄个其他庙哦，所以那个其他庙办应该哦，将这个相片哦。大家看，你看那恁咧古巴就来个，说不定遐法国人就来看。哦，啊，这个后摆就讲，咱这叫做不只叫电气功能，就是陀螺寺庙。啊，这个是。一定。南龙门就讲长电气功能。长电气功能。哦，啊，这是我也是这样，还是你穿的，啥都有习惯样子。哦。啊，这是法国人。你去当阵来迄个来勘察这个石英岛，吼，石英岛古道也有。所以，主峰高地六点吼，六点是遮，这五十包也遮，吼，都是当阵遮。啊，伊就是来拍遐，伊就拍，因为发个沿岸拍很多吼，是，拍很多，哎，奇怪哦，就叫这些观众先不要变五六千公分遮，这主要在遮。所以哦，因就这两个破坏，知道吗？所以11月27日是正他的参与正他的成功，但是因为这个石勇吼，是那个石勇炮台的那个指挥官，这边是啊，他照料比较不容易，他说你可以当机兵，你来，你发现后一直从高地的后方吼，那边那些沙沙龙这样转来转去，这是证据。所以12月32日吼，就我们的中队然后派这个石勇。就指挥，然后第一个，然后率领100名士兵哦，1.2军冲进去，直接帮冲。啊，冲进去了以后，结果在青条兵忽然间窜起，然后就冲啊，大家都被杀出去啊，有诶，伊诶，我这个太好了，这个，这个用伊的地方上慢慢就杀杀很多，蛮有点大诶，超啊，两个。哦，这边站的是一个是大米，啊，然后9:30军机堡垒炮化直接轰掉，炮兵机长堡垒轰掉，被破坏了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时阵吼，他们给那边的后排料要知道，快点轰，大米也进去了。啊！伊嘛前，因为我都平常在造，就造啊，因为已经从迄个建公司已经破坏，破坏了以后就造啊，造的时候先条兵是讲，你惊伊啊，就讲我都平常在造伊啊，都接来的时候，迄都来发现讲，能三四五，哦，这个是空的，在那个上面吼。另外买一家，他第二个人在 Gross 的这业绩单呀，一张包也也他很多单呀，业绩单就是属于这种总代用的，所以哦，他这个职业的空运单位占里面的位置呢，修理的，这里是修理上的，我是对那个巴士的交流道那个交流道。我四年级没有怎样，我东长，我快点买。
四年级没有怎样。东港路四百公里内，我四年级没有怎样。我东港路四百公里内，上次我四年级没有怎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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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港路四百公里内。所以哦，这个所在哦，火烧铜像这个所在应该哦，我刚才听了，他现在还有，够厉害的建筑，应该够。你比如说，摩天不能上去，欧柳是最高的。然后，然后主要也是一些筑基师，筑基师，这是那个。马达加斯加有那影响，征服马达加斯加，应该是有日本，好几年。然后一页纸，这里木头，半公里的木头一百公斤，这是实际当中哦，希望啊，五后六在海上航行15天，再是两个利加大队，两个利加大队哦，第三大队第四场。普通话比较在金融下定之后，这个部队就被安排在金融了。他现在被安排在金融，你叫谁？他现在使用最坏，你们这啊，亚非利加大队特殊部队是从入侵监狱和处理场次置换，那他们自称为世界观的快乐者吧。快乐部队，又叫西风部队，又叫西风部队来代表。他这个第一个官人，文化人士，他这个主播大队，然后地轨线上，发生什么事？市长当伊就阮船顶，连拢轨上顶上。啊，你着讲我足无聊着，啊，你像遮遮都是罪犯，都是身强体壮，迄落安就欲壮盛的人，啊，玩玩船顶市长当。所以伊登船了吼，起码离咱这个地方，离咱这个所在，你看你红灯看吼，三个顶三角形。哦，遐拍起迄个金融房子，我一看咧就讲哦，开到。这部落有两家在那边平安，你知道吗？爬过那边那个树啊，那个当时那个衙门很强，爬过了以后，那关宪兵将火的头位做起来，哎，就是冲起来，我看就啊，结果那个这衙门内底啊，其他呀，那关西风部队兵啊，哇，还是那古炸啊，你妈你看，哦，那个那就那个那个守卫啊。还不得不对呀，因为关键的关键控制来要重新开枪，我吼现在应该属于失控。然后杜西斯女吼被通知以后，结果伊的那个大队长，我都把那真有伊的风哦，要重新开枪进攻，啊，就是十年出来的无，无去也丢掉那会使，啊，你也丢掉的时阵哦，嘛是还有杜西斯队长，怎么讲哦？咱来侦查这个原型剧，啊，现在叫做原型剧场了。就是这个梅山到红山山的高地，那基本上你有一帮谈了干部，你看伊那个叶梅山到红山山的高地，就是这样。你哪天碰到他，你就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欧洲的竞技场，这竞技场。你看过那你看那个什么格斗，那个格斗式啊，什么我竞技场，你那欧洲的竞技场是天晚上拍的。哦，他以为你当初这个叶梅山到红山山去滑冰，他们差一点，所以弄个都有关系，是记者，哦，就是你记这个叶梅山到红山山这个，然后这个部落舞台是经典作品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人来的，这个是。然后地冲就在，地冲就在，地冲就在，地冲就在。然后，这些技术啊，这些用的，这些，好，它现在位置地方在地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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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这是什么？它还有位置。我本来是讲是老乡嘛，
啊，你嘛那塞车顶尾，咱这人来我讲，你叫从叫些转弯对无？有些转弯还有减速哦，台速啊，你嘛就无人无没得坐人啊。他家边有通通啊，叫些通通啊。他家是坐在转弯，转弯对。可以通达，他说后边进去了。可以通达，可以通达。接着，发个饼啊吼，因就是三个中队要去救起十几个人，但是哦，拍下了以后，发现讲空荡荡的啊，就这个青条兵居高临下，按你的卡被拍到就去拍呀，歪拍，结果你把被拍歪歪拍的时候，搞不了人家正确。啊，结果这十几个饼啊吼，不是，做弄做真的。但是哦，要关紧，打不干，关紧关关打不干。那么对啊，别个四十几张，四十几张，那四十几张里面一张也不坏，有刀啊，有金条，看时间，时间那快，这里今天去，后来一二十号换。然后在家里面家当时有一个人在家里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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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里
他当外地就他干。
啊，但是哦，因他个平衡挺好嘞，就讲哦，就你基本战场你换不公平，老专业的。德国军官，美德国军官的，说波托军官的一关就有一个，西语家，所以千条片不是无人敢指挥哦，有无人敢夸哦，而且像德国、美国，你那关兵啊，真是天国，你不敢敢。然后星星的火焰中啊，它里面中有一个空位，讲这个。原型剧场高地标高一七六地方一七六几家，啊，这是三角形，一七六火箭军火箭军，怕飞机怕来家就得一点炮，但是看看过平安公园，你不用盖住，怕了不用盖住，你怕我点刺激，也容易抢到。所以今天你看来说，红蝶落去抓片，可以咧，红蝶抓片，是方便抓，这方面来介绍。然后新进的火箭发现，一下子一系列，你看那一系列现在终于来了，也不太正常，因为非常多。长兵是越年三年的长兵。方便对接。你连步枪啊，吼，你是步枪啊，或者是铁哦，还有德国的猫盾枪啊，啊，这种皮都增加变嘞，新型武器，这是几种新型工艺，每一个兵是有一代或一来的子弹，攻他们。所以哦，后来哦，这通过别人去拍这个一关，这个一米，这个空战三加一米三，这个最三进。因为最近从军机也有关于军阀造出来的，就是战场的关于这个标，这个堡垒一样，扮演哦，那个也是清军的堡垒，那个多面战，就是扮演。反正你从安光里面空调边缘有关于弹药这样，然后到三月4日，军机还是变弱了。变头金啊，变头金掉一摇，就开始来发现东方桌山战役。桌山战役跟东方桌山是不同的地方，这边是正道是五公里。啊，桌山是夜明山，这是今天外天不远，我赶快来一场。那王思政哦，今天的王思政哦，应该的战役就是啥？叶世生哈，以3月2日、3月3日、1月28日登陆，越南登陆，到3月2日到3月3日才到，然后历史被太迟。3月4日，东方多群高地三里，东南局的东方要那五坑山总督领的，我唔知你唔知唔知去对那总督领，那个华军的西风部队，你都比较冲的。这边是一个八头身，被刀啊什么的，你知道你在冲的，冲的。新军没有什么抵抗，我刚刚抵抗，他就可以占领了。占领廖一瑶，华军就是驻扎在这个地方。啊、哦，下午4点整个洞穴全部在东方桌顶上下来。这一天哦，三点钟，不要快，快点，新军的够够是人，真的是。这个啊，这是一条总督里边嘛，啊，这是这老鼠机场进去以后旁边，这个坡上，这个，这是六坑，这是坑山，这是六坑，啊，六坑山这样变变两个家是什么？武装，这个包括平常的夜间，无敌，都没有东西，这山后边，这是台北圣城哦，不是台北圣城，台北圣城是家哦，这是台北圣城，这是台南。安装李四角一套来，
然后跨境毕业加好别人，确实是你的名字。啊，然后跑来准备毕业进攻的学生，换出你的心嘛，在旁边就发，对吧？因为跨境从这边清空空的时阵哦，用全副武装，你看，全副武装啊，那个叫枪，枪甲是怎的？上前一下，冻袂了啊，他米黑啊。冻袂了啊！后背大公就是，但是先入武装要冲门声，听见？啊，伊当时发觉千条兵哦，伊怕飞成狂家嘛，迄个大炮轰过来听，啊，伊发觉兵啊嘛，狂到袂，直接打一棒。啊，有时阵啊，发觉兵啊变差了。所以迄个刘明传有一公里功啊，刘明传迄刘仲书讲做义来对一公里功，迄、那个，红衣汉子，红衣汉子，迄、那个。红黑的啥？结鱼坑是吧？结鱼坑啊，通过了。他们没了，人家小兵他就比他强。哦，就比他强。啊，那种这里是一万亩，他们没了，一万亩，一万亩，他们没了。这是你恐怕你就在平面上画、啊，你当年无人到已经嘛，我有我有直升机，我飞机哦，因为它是维持在空气里面飞机哦。啊，这就是一个清新的一关，有影响，还有吗？啊，好，哎，包括边仔也是啊，包括边仔也是啊，啊，这个因素嘛，另外一堆边仔吼，就是包括边仔也是啊，比较冷，啊，因家己的家。啊，结果你看过别人讲吼，看到那个，看到那个金金哦，因个套餐是招来个家，伊也贵啊，啊，你无讲伊，怎么样？你讲看，看那个金条就不贵，无消无息，但明明讲着，听着讲那个看过别人有去叮当啊，然后那个套餐像啥，那不能在那点。啊，结果金条变得安怎呢？人民招来家，啊，人民都招伊啊。伊伊伊啊！伊中风行到倒位，伊起也跌到倒位。啊，所以哦，当伊个起啊跌到倒位时阵哦，看到平人就讲哦，哎，伊个平人走起也起啊，伊就切开去打。啊，怎样哦？正拍时阵就走过来对无？走过来时阵看到平人就这边就去开去打。哦，当看到平前头边走来只时阵，这边看到平人就打。啊，怎样前头边走来只时阵，看到平人就？这边你讲我直接点起，反正看到平人光光点点。结果三个结果，迄、那个叶明山就四脚就靠来去拍落来了伊啊，迄个叶明山就蹲在，迄、那个杜西斯尼哦，蹲在拍住他，结果拍到这个方向，看见三条腿啊，哦，但是哦，一个输，三个输，啊，这三个是什么伤害？这些运动是今年流行，跟到这种肌肉是前年的情绪，已经到半年，所以节目有关，三个就来相关，所以说快点三个前期，但是三个前期去讲吼，三个前来去讲吼，因为发过病啊，伊就讲那个叶明山叫降量，电话先问叫降量了以后，伊就派一个兵啊，派一个，伊就派一个副官吼，上尉吼。要去到沿着迄条咱即卖往往迄个，迄、那个叶明山的往这个四卡林隧道、四角林隧道这个红洞山顶间落来，结果甲看咯，去哦，就正义剑冒山，就光明打他哥，你又是最啊，你又是，这是看不了戏啊，反正我这么说，我最注意，啊，这是我去迄个地方来学的。对方找几位啊？他借你借，他借你借。这应该是一个计划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作为，这个就是防备防卫线。这个是三三，那费用来源？啊，这个企业的那个跑过来那个旅，啊，这个旅行团，啊，放心的自家的嘛。来个假期嘛，不出别关的那个旅行团比较好，那你说费用怎么？然后，现在三月六日，你的完全到月明山了。然后那个，哦，归两两两星成仙哦，恭喜月明山了。哦，
然后敌数十人，聚死聚，敌死聚之啊，哦，然后最夺夺夜明山团，哦，他挂五天，他天天天天，他们都跟我说，你看这样像电视一样，要就地掩埋，那就地掩埋掉医疗不行哦，压压力，压力，这是大型战争，这张的是那个提前南征，法国军事重要，军事，啊，这是版画，画面是出现，你抓这些波要上去，他也往这些波上去，他要没有留啊，所以我就怀疑说，这林青山到底是两个人。以前哦，夜眉山到红丹山这中间没有其他的庙，因为勾大路比较，我那个太空，然后兵力将军不兵分成两个团队，属于又一中队，就是讲我位这个夜眉山跨位红丹山哦，右翼哦。然后又一人一个中队，由亚非利加大队这个中队担任外国人的第三中队，担任夺取一名不敢高兴的方法，另一个中队哦，也是一个中队，然后从左边站做示威，示威站起来，一个香港人，这个就是包括防卫哈，这是电影单，他说我贡献外籍平民的力量，他这另外这部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的规。这里哦，要想要看，然后这一黑黑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青标边屁的，这个是的防卫连线，开枪，你们都跌哦，你们都跌哦，那这个就是的防线，第一道防线，清军的第一道防线，然后这个是清军的第二道防线，这清军的第三道防线。事实上，靠边做几次知道，里面有，就是里面的干胶怎么怎么样，干胶怎么做，这样就这里。啊，这里就是我头先讲的十里长城，从夜明山到南龙公路，南龙公路这个瀑布呀，要看嘛，这里玩。啊，黄国伟老师哦，那什么黄国伟老师有画，那黄国伟平常喜欢在画，啊，他其实有这个看师兄看长条，其中哦，兵威哦，那长条兵，哎呀，看哦，那是古董，收藏，你也得增加你的那个创意，哎呀，黄国平啊，没了。你叮当，啊，无你叮当吼，你就比较地位较虚弱。啊，因为你像咱这个，青条店家吼，大家拢在买吃起，你就讲这个，这个勉强，这勉强。所以，一直去就对啦，无限制，一直去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吼，无你运动不行，虽然加练，但是有你运动。啊，花个别个是安怎嘛？两千个红军，这个拢嘛？这个人家那讲的讲哦，红丹山、夜明山共同路线。啊，过来我一条就是卖一个美女。啊，过来我一条就是哦，伊就是一家人。啊，其中是哦，现在个价钱分哦，是讲一家人啊。因为加入打量你说哦，照往左边的，然后压这一边，这里是啊，你们卖那种，你卖那种就是说啥，那个山，拢是山哦，这是这种是拢山哦，沿着山林哦为主，哦，啊，一下跨，你就跨过别个一下，跨过两个一下，新兴的营地，还在新兴的垦林区的。哦，阿加买西啊，哦，好，前面黄队只有出装备组，就这样，好，很好，这另外就是这些是重点，他比较进军的第一道、第二道、第三道。
最近在第一道防线哦，意外发现有两个人。毕竟那边黄毛的亮衣啊，就定义第二道防线。第二道防线呢，化为右翼中队的徐建林、黑林叶明中走，黑林黄叶明三红三三中走的部队，来到这战壕，哦，战壕的时阵哦，被攀登困难，走进去中队，你主要有往左边走，可是随后第三中队攀登，第三攀登呢？因哦，你们来怕这个夜袭山到红蛋山这个战场，因指挥官打下来的指令说，把所有的背包全部都放下，就是伊个另外一边头前遐，哦，头前遐一样是一个凹陷的地方，一条路这样子了，唯一在的关键，那个啥，唐明师呀，伊离那遐的时阵哦，伊就讲，另外你所有背包全部都卸下，结果。这一站呢，激烈的，背着毒气，背着毒气啊！那里，夜明山跑到红山那个军舰上，啊，所以你在中间这个防线的时候呢，你把你的毒气加速掉一样，多好！一个毒气哦，甚至一个毒气哦，500层弹头已经打过，我爸还顶啊！所以你看哦，但是你在想想，当年哦，37号这一天哦，从夜明山打到红蛋山来，第三中队哦，第三到现场，最轻轻的看他，你说他现在都人这里跟西塔到队，两个就在向前的喊声哦，然后一起就坐在西塔后面，就坐在里面就两一排。然后若干地区，他这些 low 人的这些中队，冲入了这个第三道防线料衣啊，晋级料衣啊，就换什么花？刚才甚至有时候剩下这些 low 人中，其他别的新料料都是中。而且在别人看的，在新条边看的呢，哇，两站这边怎么样？这还是这些 low 人中，这时候听到这些地区中队这些到位。从火方冲进，然后迅速扭转，然后接着这里二一二高速，跟另外这里红蛋山这里有三角顶。如法生这个嘛，一夜之间成为军事大国的神子，另外这个法国国旗。所以法国国旗插在咱这个红蛋山的三角顶，哦。是哪里去的命地？他这个是战士。在我里面的一级星最有名的，我说，这里听讲，咱这里冰嘴尖的，再看看看，黄金最牛的，这是，跟另外一边是谁？然后他就绕过这边，他另外一边就从这边爬回来，他这里面的。这里是三道防线，哇！这里，定内先炮台，你定内了就炮台，你看见？有人在起嘛啦，然后伊当时在停喎，还有拆条路去咧起咯。我是最近才听闻遐去停。啊，所以咱看到这里迄个，下一张。哦，这是伊迄个，迄个军事鸟嘴尖，鸟嘴尖那个船去遐去。啊，这里变没干。啊，这变没鱼，化成有一家冲的。但是起码讲是准好啊。而且这家分队轻轻的鱼青的，啊，这是刷，看得出来这是刷，哦 ，OK， 对。那轻轻的第三道防线，这嘛是铁刷，哦，啊，这是鱼王蛋蛋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鱼的温度，啊，温度很准的，鱼不起来。另外呢，先放底，我们打起来就底，就过完。那另外那找几个机会可以。
多的。太恐怖了。
件，但是这个两件是真的是感觉刮出来，哎嘿吼，这条路，这条路是一个外形冰性，外形冰性，化成另外一边然后一个高一点，看看看，要干不了，我们刚刚你看了，不如一边大家都是吸，等于我们约了一段来下去。那我就讲，刚刚有不同的，第一个暗嘛，我们刚刚中间我刚刚带你到这，带到这，但是刚刚看咯，进来了以后才发现，我先忙，先忙。你敢试？他挂了都挂了，红军班班，红军班班。啊，这条嘛，这是那个南天宫庙，南天宫庙，哎，南天宫，啊，这是南龙国中后边哦，这条路，啊，这是跨境开去的道路。那你嘛吼，咱大家若要行来到这行长官这顶馆，行到尾你唔知，边仔有一个所在有迄个古迹啊，差点岩壁来滴，就一个金主的关系，你起码唔知个边仔，我那时候看到迄个金主，是的，我从大家个评论有问题，是安那有这个，起码看到这个金主也是不平常怪。他过来这趟网页，他回我听到怎样？这些话我他们别人应该怕跌了，跌过了，跌过是你会被炸，这个话你讲别人别讲没啦，因为别人一直是时间惨重。啊，所以到尾啊吼，伊嘛，准备一月就要撤退啊。啊，但是三月是伊讲吼，我若要撤退，是另外一个方向。但是大楼顶个地方，我袂记得啊。所以，就是三月。然后你看，伊是我那家的那个弟兄。那个观音，对，当时在横店，就是一平，他平头两米，对，一个做面，现在这个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炮轰三月29号，我方这个队，你这个单子，白金主要的，做单场东西，他的单子，啊，你来白金单，对，我来做位哦。啊！在创哪呢？经过这咱那个彭武杰死的吼，伊经过死拍开头前听啊，这灯头是灯头，哦，这灯头，哦，啊！你看这灯头啊，你看这是啥呀？这是红灯啊，红太太，红太太改一点，你看这灯头。啊！这灯塔哦，不过平常用伊在咧中站哦，一只车咧哦，经过去送啊，就是最好就是靠来动哦。伊若崩了以后，伊就比较光嘛。啊，但是哦，发现讲，咱平常都无听伊讲，伊讲讲那个靠台，无咧惊，无咧惊，我买十二号，我买十四号台哦，我怕就是，他们在怕的。但是嘛，讲讲起当初就是个纪念那里，中山那里，中山没当过，这纪念呐吼，是啊，后来又发个名啊，后面又什么，太难记了。啊，这是我记得哦，纪念那时候毕业哦。后来我听朋友人是哪讲，讲东坡庙以后吼，这上是条纪念那时候，不古作品，哎，纪念那边款。就搞两个地，他不会追名。哎，起码呢，暗时的时候就个红灯，个红红起来，安乐马红灯就来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陶勇发现的那个竹篮子。哦，陶勇发现的那个竹篮子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个是一条鱼，啊，这个就是侧肩打，这是侧肩打。啊，我头路阿公那个名字，那个侧肩打炮大炮加。好，下一张。啊，这是荷兰炮，这是炮，哦，金龟头炮台，啊，这荷兰炮，啊，这分队叫什么？然后29日，你家又要放个分队出，如果这个如果哦，是子女和边呐，哦，基隆女，然后四条女，观音，就是旁边这样的炮弹，然后万里公点，就已经比较亮眼。啊！这是一个那个，像美电，像那有一个台湾的，
这个台州有台湾的，这是因为关系跟浙江。浙江的话，台湾的话，台湾的。现在讲台湾的，它在台湾也是，而且真的是比较有名，并不亮眼。它这边猪肉水，猪肉水就是哪？很贵的，卖三十，很贵三十，中国的。所以有你有去朋友，你有换人哦。所有的，所有的地方的人哦，你该讲话哦，你拢会听得好得当。那么三十一岁所在哦，你该讲话要小心。你讲的台语，像你咪讲台语，是一模一样。哎，就是就是最大个。啊，其他个拢算是比较安全，比较安全。方便的，因为来加州话。而且你那边的话，跟那边的什么规划就是比较好，那这样。效果，这个是以沙滩的，以沙滩的。哦，它以跨界的，它是真的。它为什么叫普洱？因为这是沙帽山。沙帽山这边，现在挖官帽、沙帽有两条嘛？这两条就是。所以1895年的时候，就是在长兴哦，以前刚创立的基隆公园，它很典型，就是所以是晚年这边种的果。会不会别人在泡在他里头，你说唔敢爬？你说谁会认领导呢？所以这个关系在这里。啊，你常常会失败，领导被你的领导。他领导总裁领导，领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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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隆有一个小刀会，高大的小刀会，第一就是吼，离迄个基隆三丁遐迄条河道上空，吼，然后跟派到迄个关于大中国区的大太区那边，哎，林朝栋驸马是后来去驻扎这思想，所以讲不要像个基隆三丁遐这些人关系比较有限。啊，曹洞里的，曹洞里的旗，就是这个县名叫曹洞，他那边的旗的民族，哦，接触苏鲁，他这个旗的民族等等，哦，有等等，三地变，三地的。